本节目由 White Car 视频原创制作。前不久，上汽通用的2018款雪佛兰迈锐宝更新上市。此次推出的新款迈锐宝在外观上和上一代车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，长宽高尺寸也维持上一款车型不变，只是在配置和车型系列名称上做了变更。本次上市的2018款迈锐宝共有四款车型，四款车型的全部系列都加上了 530T 的开头来命名。这四款车型全部都搭载了一台 1.5T 直喷涡轮发动机，变速箱也均采用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，最大的功率可以输出170马力和250牛米的扭矩。配置方面，自动感应大灯、前雾灯、后视镜和加热电动调节、倒车雷达都是全系标配。如果需要更大尺寸的17寸轮毂、氙气车灯和真皮座椅方向盘等配置，就需要看高配或者是顶配车型了。根据了解，全新的2018款迈锐宝官方给出的指导价在 16.49 万元到 18.99 万元之间，目前市面上各大 4S 店差不多可以有4万元左右的价格优惠政策，顶配车型裸车在15万元左右，拥有一辆合资 B 级的顶配车型还算比较实惠。